八虎里面的资料抽离到这边来的话，那当然呢，以前如果你没有，你不太不会用函数或甚至 VBA 的话，那当然就图八连纲来做啊，但这绝对是太浪费时间的，而且对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因为这太 不是很太机械化的动作了。 OK 哈、哦，所以首先我们大概分析一下，一我要如何用 find 函数，所以这个做法一哈、哦，我们要插入函数用 find。那 find 的话呢，它其实会有几个啊、哦，没有，他说在里面帮你找，而且它是区分大小写哦。哎，不过就有同学问说，老师那如果我不要区分大小写的话呢？其实你会发现往下找，有个叫什么 search， 大小写视为相同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用不同的函数了哦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，如果找的话是刮胡，那就没差了。所以你用 search 用 find 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用 find 好了，因为至少 find 比较短。OK， 好，按确定。然后问你三个问题。第一个 find text， 哎，你要找什么样的 keyword 关键字？那我要找前刮胡。好，所以你打个前刮胡。那 text 嘛，我讲过嘛，双引号有没有前后？但是因为哦 find 这个函数蛮贴心的，它会自己帮你加。OK， 有没有？如果没加的话，没关系，要自己加一下也可以的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 ，within 意思嘛，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呢、啊？哎，在这个储存格里面。那我是建议你们练习的时候哦，不要在这个储存格，在这个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里面没有刮胡啊，你做一定失败。OK 哦，失败的话，那当然一定找不到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有三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第三个字，按确定。好，第三。那再来的话应该后刮胡，后刮胡应该第九，哎，可是那我要怎么切割？所以接下来哦，关键来了，请你把这个 find 的公式嘛剪下来，特别是不包含等号哦，也就是在公式里面再加公式，剪下来，好、哦，然后插入什么呢？接下来用那个切割函数叫 mid， 这个按确定，然后他一样问你三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。你要切割的 text 字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 ，A3 有没有？流云刮胡第三届冠军。那后面两个问题是，请问一下，那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帮你切割啊？那我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，有没有？三，意思说流云三就从哎，不过问题来了，我不要前刮胡，所以呢，我必须怎么样？把三怎么样？下一个字怎么样？加一不就好了？四，所以从 D 开始，哦，所以其实后一个字哦，不是前刮胡哦，是后一个字哦。那要几个字？后刮胡位置减掉前刮胡位置，再减一，因为刚刚后退一个字嘛，哦，所以就把刚刚公式又贴一下。不过我要找后刮胡啊，没关系，你就把这个前刮胡怎么样改成后刮胡，有没有九？那我要几个字减掉，所以再把刚刚公式再贴一遍，前刮胡，所以再贴一次就前刮胡位置，会多一个刮胡，有没有？多这个，所以再怎么样减一，有没有？第三届冠军就 OK 了，哎，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以后哦，假如说你们在使用公式的时候啦，我的习惯上，我就是有点像抽丝剥茧、剥洋葱一样，我就先从里面。然后做好一个公式，剪下来再贴，剪下来再贴，剪下来再贴。所以其实哦，那个公式可以做得非常一串哦，但是绝对不是一次做完的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你再复杂的东西，我只要知道我的步骤该怎么做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可以分一二三四五，反正再复杂还是一样可以做出来，哦，不用担心。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哎，有了，向下填满，向上填满。但是哈，其实理论上已经做出来了，但是就是多什么多一个井开头的东西啦。那以后你们在 Excel 里面看到，只要是井开头的哈，都是表示 error message 啦，就是说它的错误讯息。啊，后面就告诉你错在哪里啊，错在 value， 这个 value 意思是说你给我的资料不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要找前刮胡吗？但是你为什么给我一个不对的资料？所以他有跟你后面是跟你抗议说，哦，你给我错的资料，那怎么办？嗯，如果看到这个哈，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再想到一个函数，叫做这个错误的过滤器。
哎，错误的过滤器怎么过滤？再来的话呢，再把这个公式减下，不包含等号哦，减下对哈，不包含等号，再插入一个什么，叫做错误过滤器，就是 if， 逻辑里面它叫做 if， 叫 L，if L 就是如果这个结果是错误的话，哎，那就是我们要的哈 ，OK， 按确定，把刚刚的资料贴公式贴到 value 里面，这个做什么呢？它就判断一下里面有没有错误啊。如果有的话呢 ，value if L， 如果有错误的话，你要怎么处理啊？哦，那帮我把它清掉，清掉怎么清呢？应该输入什么？就是两个双引号。哎，有没有？所以刚刚不是 VBA 里面有清除啊，跟这边是一样的哦。所以在那个 VBA 也好，或者是 Excel 也好，如果你要把里面资料变成没有的话，就是这样就 OK 了。好了，按确定，向下填满，结果就 OK 了。所以最后啦，做出来结果啊，先 find 嘛，把它放进来。然后 find 加一嘛，然后这个后括弧这边改后括弧，减掉前括后括弧减掉前括弧的位置，后括弧看是不是啊？对，后括弧位置减掉前括弧的位置，好，然后多一个减一啊，最后再用 if L 去过滤掉，好，那当然呢，这个做完之后哈，一样哈，请各位在 Ctrl 键按住拖拉，这边可以改成什么？录制剧集啦，不过因为这个录制剧集刚刚有讲过了，所以这个给各位自行练习好了。有没有？我们其实如果录制剧集的话，一有不要放在这边，二点一下资料编辑列打个勾，三快点两下，哦，然后再清除啊，所以一模一样。所以哦，这个给各位练习，我们可能重点会摆在这里 ，VBA。那一样哦，我们刚刚，一个是输出公式，一个是清除，一个是把最后结果丢过来，该怎么做？好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